有很多姐妹后台反馈，不知道纯色不条线材料包应该如何购买。今天录制个视频告诉各位姐妹。一，点击本视频左下方的购买链接，点击立即购买，选择自己需要的布条线的颜色、鞋底码数和数量，注意比平时穿的大两码哦。点击立即购买，确认一下地址，可以点击一下更多支付方式，选择一个自己喜欢的支付方式，提交订单即可。二，如果想购买多个的纯色布条线材料包，同样的点击本视频左下方的购买链接，点击加入购物车，选择自己需要的布条线的颜色、鞋底码数和数量，点击加入购物车，再次点击加入购物车，再次选择自己需要的颜色码数数量，再次点击加入购物车，选择完之后点击购物车，勾选刚刚选择的商品，点击结算，确认一下地址，点击提交订单，可以点击一下更多支付方式，选择一个自己喜欢的支付方式，确认支付即可。三，现在店铺有活动，买五材料包送一个，买十材料包送两个，依次类推。在提交订单这一步的时候，如果你有赠送的，请在订单留言处留言哦。四，如果想购买不同款式的材料包，因为都是包邮的，可以分别支付购买。当你同一时间内购买的材料包满五个的时候，去给客服留言送的材料包的码数和颜色。最后，如果还想知道其他布条线材料以及材料包该如何购买，请点击视频下方。